那因为我的头盔还没有紫色，我觉得我应该来抽看看，或许可以有机会得到紫色的。看，又是蓝色。看能不能抽到紫色，就发了，立刻省20万。哇靠，都是绿色。你光是听他那个机车的笑声，你就饱了。抽到一个蓝色，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。看，不给紫色就是不给紫色。太夸张了！不能抽了。靠！我刚按那么多下都没有而且你看我一直被扣好啦，我来看我的头盔有多少。他刚刚应该是那个吧？你看现在一直跳出来。其实这几天在玩的那个系统还是很不稳定。太难抽了，我看还是直接买比较实在一点。但是金色的装以上的话就非常困难了，你们可以看这个金色装，金色装基本上如果以头盔来讲，哇，头盔是真的搞得好像很稀有一样，金色的来看一下，200多万，没有，还有橘色的，20、100、1000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0万，我靠，这差更多。那我抽不到这个紫装哦，看来是要买的。来看一下这几个差别在哪。防御力。这个绿色应该是游侠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分。看来只有三种可以买哦，绿色、蓝色，然后这个黑色的。我来买这个好了。